大秦帝国第四部《阳谋春秋》第十章《合纵回光》神君。春申君白发老去矣，郊营三十里的信陵君大是感慨：“哦呀，无忌兄倒是壮健如昔了。”信陵君的大笑中不无忧伤。 哈哈哈哈哈！<laughs> 老夫十数年沉沦无度，哼，何来个壮健如昔？你老兄弟只哄得我开心，却是无用也，大大有用了。春申君呵呵笑着，哈哈，无君便无合纵，有君自有六国。 哈，哈哈哈，多年未见，春申君老辣多疑。哈哈，哈哈。杏林君拉着春申君进了交亭，一阵痛饮。突然凑到春申君耳边：“君当立即北上邯郸，稳住平原君，也代我致歉。无忌，实在无心计较旧事了。好。” 议定各国兵力，我便北上、啊。信陵君从腰间皮带摸出一张折叠的羊皮纸，此乃兵力谋划，兄可斟酌增减无妨。魏王已阅楚王王书，正待回书响应，你便来也。春申君打开羊皮纸，飞快的看了一遍，豁然起身。既然如此，我兼程北上。你我。 心神领会，无忌不做俗礼客套。就这样，春申君马队在大梁城外仅仅停留了一个时辰，便绝尘北去。次日午后，马队抵达邯郸南门，来迎接的是赵王特使，说平原君寻北边未归，请春申君暂住驿馆等候赵王宣召。春申君颇是疑惑。 赵国多年已无北患，兵祸分明在西南秦国。巡视北边，然事已如此，也只有住下等候。谁知一连三日，赵王没有声息，春申君不禁焦灼起来。小吏参见平原君。春申君正在廊下思忖如何。 能强见赵王，却听见前院一城惶恐声音，心下顿时一亮，正要吩咐书吏去看，便闻腾腾脚步，朗朗笑声，一头霜雪，一领大红斗篷，已经火焰般卷到了庭院。老哥哥，赵胜请罪来也！平原君当头一躬：“哎呀，哪里话来？” 春申君一把扶住端详，平原君，老矣。老哥哥的腰都粗了，谁能不老也？平原君两只大手一比划间，哈哈大笑。春申君不禁也连连点头大笑。在四大公子中，原是春申君生的最是英挺，丰腰窄肩，浓眉大眼，处处透着南国灵秀之气。 与北方三公子的粗重壮健，是成鲜明对比。昔日孟尝君曾拍着壮硕鼓荡的肚皮戏哈，哎，春申君，错生男儿身也，只怕我等老去，他那细腰，也还盈手可握也。”春申君红着脸连连叫嚷：“哎呀，岂有此理了！男人。” 腰粗的迟而已了，老夫之时只怕比你还粗的一圈了。众人一阵大笑，留下了这段趣话。当晚，平原君邀请赵国重臣在府邸大宴春申君一行，饮酒间，只字未提自己行迹。春申君素来机敏无双，见平原君不提，知其中必有不便。 自然也绝口不问，只是海阔天空。三更宴罢，大臣与门客散去，平原君留春申君于湖畔胡杨林下饮茶。春申君依然是默默啜茶，止不作声。春申<深>君，<laughs> 好耐性也。平原君终是笑叹一句，开口了。 秦军攻赵最烈，赵国见末，夫妇何言了？岂有此理！谁人说赵国见没了？信陵君吗？不是了。春申君嚷他一句，旋即正色。信陵君郑重委托老夫向平原君致歉，一句无心之言，老兄弟至于如此耿耿在怀了？ 不说他也罢。平原君沉吟，若有所思。赵国非歼灭，为虑以后患也。哦，匈奴远遁，赵国还有何后患了？燕国，燕国，正是。平原君点头，意味复杂的一笑。哼，这燕国素来有一恶习。 专一，趁赵国吃紧时，做背后偷袭。百年以来，燕赵大战小战不计其数，十有八九都是这只老黄雀恶习不改。长平大战后，赵国势衰，燕国也在败于齐国后衰颓。原本可以相安，然燕王喜却故伎重演。 屡屡密谋攻赵，一战大败，仍不思改弦更张。秦军攻占赵城三十余座，而赵国不能全力抵御者，便是燕国同时聚集十余万大军偷去我背后也。有灵卑鄙如此，安得轻言合纵？老夫若说的燕国合纵。 赵国又当如何了？燕国但能无事，赵军自是合纵主力。数十年不与燕国交往也，容老夫一世。春申君实在不敢将话说得太满。平原君见春申君疏忽松劲，目光一阵闪烁，慨然拍案：“春申君只管去说。” 量无大碍这个燕王喜我知道，服硬不服软。春申君只给他挑明：燕国若要在此刻盘算赵国，我云中郡边军立即痛击燕国。李牧将军没有南下，便是对付燕国的后手。老姬喜若是蛮汉不明，叫他攻赵。 看灭国者究竟何人也？哦呀，原是平原君，胸有成算，只借我做个说客而已也。两人哈哈大笑，直说到五更鸡鸣方才散了。歇息的一日，春申君马队继续北上，兼程奔驰两日，第三日清晨。 看见了苍茫葱郁的燕山群峰与古朴雄峻的继承建楼，燕云望城三十里。依着邦交风习，使节历来在三十里时开始缓车走马，一则表敬重于国，再则也为免去在车马行人稠密处夺路扰民。春申君老于邦交。 正要下令马队稍事歇息，而后缓配入城，依稀却见官道上一队骑士卷着烟尘飞驰而来，商旅车马数名行人纷纷匆忙躲避。春申君知道绝非常人，立即下令马队转下官道树林，以示礼让。正在此时，对面马队喊声响亮：“太子丹！” 交营特使，春申君不禁愕然。喊声未落，一少年飞马而来，火红斗篷，墨绿玉冠，腰悬短剑，手执马鞭，一派飒爽英风。此儿非凡，活似当年赵括也。春申君不禁油然赞叹：“林下可是春申君吗？”一声清脆呼叫。 红衣少年已经飞身下马，大步下道，又大步进入树林，毫不犹豫地对着春申君一躬：“太子姬丹，迎客来迟，春申君见谅。”春申君大笑着迎了过来：“哈哈哈哈哈！哎、哦、呀，英雄裹在少年了。姬丹，敢请春申君登车。” 父王已经在郊亭设宴等候，王车。少年一连串说话发令，快捷的没有春申君对答余地。待春申君登上林林驶来的青铜王车，少年太子丹已经跃上了御守位置，说声“君且安坐”，王车便哗啦啦飞驰而出，实在是干净利落。 车进十里交亭，乐声大起，排号长吹。一对红蓝衣者从亭廊下踩着红地毡上了官道。当先之人，青渠油黑，须发尖白，稀疏的胡须挂在尖尖下颌，一顶颇大的天平冠几乎完全遮盖了小小头颅与细细颈项，身后。 亦步亦趋者是一位粗肥壮伟的白面将军，倒是相映成趣。春申君目力极好，一眼认定当先老人必是燕王喜无疑。一副伞盖铜柱，从车上站起，遥遥一个弓手礼，及至王车停稳。春申君已经下车，走上了长长的红地毯。春申君。 别来无恙矣。黄歇参见燕王。燕王喜从来没有见过春申君，却笑得故交重逢一般亲切，一手拉住春申君，一阵热切的端详。南国多俊杰，成灾斯言。相君英风凛然，献杀祭喜也。 春申君大觉别扭，呵呵笑着岔开了话头。侯爷、哦，皇协寸功未见，却劳太子御车、燕王亲迎，唉，心下有愧了。湘君何来此说？燕王喜轻腻的拍着春申君肩膀。握拳合纵，大功于天下，任谁不认？老夫人也来，停下。 痛饮说话，不由分说，拉着春申君进了石亭，对身后的将军大臣，一个也没有介绍。喜陈酒饮得三绝，燕王喜命亭廊外陪宴大臣的作案移到林下树荫处，亭中唯留那位粗肥白面将军陪饮。春申君明白，这名是关照大臣，实则是要开说正题了。 果然见燕王喜又敬春申君一绝悠悠一叹：“哎，春申君，本次合纵难一哉？燕王以为难在何处？难在赵国。哦呀，愿闻其详。老夫知赵深也。”燕王喜慨然拍案。 说来话长，西周成王分封之时，我祖赵公为天子三公，遥领燕国封地，与周公共主天下大政。其后三百余年，我燕国始终代天子兼北方诸侯。其实赵国安在在。后来魏、赵、韩三家在晋国崛起，争相示好燕国。 以使燕国不干预晋国内乱，其中赵鞅最攻心计，在三家合谋诛灭志士后，又独灭范氏、中行氏两大部族。其实赵氏兵力不足，秘密借我兵力三万，许诺立国后割让北边五城以报。然则后来如何？ 燕王喜愤然拍案：“赵氏立国，非但装聋作哑不割五城，赵仲小子还夺了我代郡西北三百里，尚大言不惭，说是战国但凭实力，只有蠢猪才割地。”春申君且说：“此等龌龊之国，我堂堂七百余年之大燕，该不该复仇也？”哦、oh,。 虽是古老的往事，却也听得春申君心头砰砰直跳。战国之事，燕赵长期局于尽人皆知。天下议论多认定燕国不识时,时务，横挑强邻，先有指责赵国者。赵武灵王之后，赵国成为山东屏障，燕国在山东诸侯中更是不耻了。 如春申君一般合纵明士，对燕国历来十分头疼，只是不解燕国君臣何以偏狭激烈，如市井匹民，竟能屡败屡战的死死纠缠强大的赵国。今日听燕王喜一番愤愤然说辞，春申君这才恍然大悟：燕之于赵，犹吴越之于楚也。几百年恩怨纠纷。 谁打谁，都有一番慷慨理由。如何能一个不识时,时务了得？只是秦国已经夺赵三十七城，若不遏制其势头，秦军必以中原为根基北上攻燕。其实，燕国奈何了？春申君还是回避开了那些说不清的旧事。 委婉地拒绝了回应燕王，而只说幕下急迫之事。他相信，无论燕国君臣对赵国有多么仇恨，总不会坐等亡国。燕国本是合纵鼻祖，自然要合纵抗秦。燕王倒是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表明了参与合纵，又突然压低了声音：“然则，需对赵国一个承诺。” 燕王，但说了，发兵之前，还我代郡之地，或歌舞城，了却旧账。哦呀，燕王还记得五百年前老丈哈哈哈哈！春申君大笑。毕竟秦国还没打燕国。燕王的微笑很是矜持。 燕王是说赵国无此承诺，燕国不予合纵了、啊。春申君说：“燕王差异，春申君终是无法回避了，决意将话说透了事。春秋战国五七百年，大小诸侯相互蚕食，谁个没占过别个土地？谁个之土地没有被别个占过？ 秦国河西被魏国占过五十余年，几层无休止纠缠着魏国袭扰。未曾变法时，秦孝公为了离间六国瓜分秦国之同盟，还忍痛放了在战场俘获的魏国丞相公孙痤。变法强大后，秦国一举夺回河西。战国铁血大争，何国没有过顿挫屈辱？谁人？ 没遭过赴约被蒙，计较复仇得分清时机。如此不分时机一味纠缠，只能落得个天怒人怨，四面树敌，败家亡国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。 我们再见。